上英国瞧小美爷，哎呀呀，倒也是很有趣啊。是啊，十分的有趣。你我到哪里去玩船呢？带路到花亭。这花亭小姐随我来。他们到花亭去了，我们也去吧。对啊，我看破我。小心，你也前
来追见万母，也就是了。多谢，那谢了，姑娘。嗯，回禀老夫人，不要忘了二爷是无礼。多谢师父，那我回去了。爸，回去告诉我们老夫人小姐，早点上灵堂，也好追击我们县国。这位县娘子，请。请问小娘子，你可是盈盈小姐，是凤阳关红娘子？是啊，红娘便是我，我便是红娘。何老您呢？动问呢？小生姓张名红，字君者，乃岁落人士，今年23岁，正月17日，此事将生日的啊。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又不是那算命的先生，我要你这名根八字干嘛呀？哎呀，红娘子，我还未曾去催呀。Thank you.
十五乃是老佛爷的寿诞日子，请您呐、啊、跟我们老夫人早一点上灵堂追击我们县。哦，呀弟弟，我说小姐，您那么一哭啊，我倒想起一桩好笑的事儿来了。什么不孝之事？你怎么忘了那天跟我们到花园去扑蝴蝶的那个书呆子？他听见我们要追击相国，他要忽然的哭起来了。他哭些什么？他说他想起王谷的母亲，伤心掉泪了。哎，此乃是人家一片孝心，这有什么可笑？小姐，他跟我深深史上一礼，他说你可是红娘啊，我说我便是红娘。胡拉明呢动问呢，他跟我指目瞪眼的，孝圣心张明红子精锐正月十七里子是降生哦。那不叫你去问他呀？人家女孩子家谁去问他这个话呀？小姐，他呀您才怎么着跟我指目瞪眼的又说了。说些什么？也怪不好意思，他说孝圣还给灿去七哟。哎，他是此无礼之言，就该禀告老夫人知道。对了，我就该禀告老夫人。是啊，我忘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必多言，有请老夫人。哎，有请老夫人。请相爷赐念佛经，但愿相国早朝。是老夫人呢？您们来了。欢迎母弟。罢了，红娘，你女去问长老何日上香。老夫人呢？长老说了，二月十五乃是佛爷寿诞的日子，今日不是二月十五吗？好，于是带路佛殿去斟。随我来。拜见老夫人。啊，长老，
他是何人？他是老僧的外男。相声姓张明宏，字君瑞，乃赛罗人士，今年23岁，没得吉利，一来长途望母，二来追击老相婆，这便不敢容你一计。多谢老夫人。九主之心，令人可敬，怎奈你女流之辈，堂辈则自看破，华服不成，分类齐全。哎呀，这两男人更天穿，不论上下人等，若有人人退去此兵，老身情愿倒赔庄奁，将小女许他完婚。老夫人，此话当真？当真呐、啊！果然，果然，岳母心上小举一半。我说您呐，别那么着急抢主气啊！你有什么退兵之计呀、啊？老夫人，快快派一出心庄之人去到外面，对孙飞虎去讲，叫他将人马斩退一界之地，等候小姐三日小住一满，将小姐送上山去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几句现成的话，尊驾您呐，就算是个退兵之计吗？哎呀，我啊，我有下文呢。哎呀，什么节骨眼你还转文呢？真是书呆子，你那快说，别让我着急。我有个大病，你管不起。人称百马将军，镇守不关，带相声写下诗信一封，听他到此一家词归。那么快写信，快写信。好，展开文
今愿前去下世，徒儿有此胆量，有此胆量的。好，师行在此一路之上，多加小心。遵了命。哎，师哥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前去下世。下世。嗯。哎呀，我把你好友一比，哎，比从何来？肉包子打狗。此话怎讲？在这有去无回呀、啊！怎么讲？有去无回。打打打！啊！这话啊，我操！师弟兄把人漂亮，海水岂能永透亮？怎样？
然此乃本真，本内只是老夫人何必挂齿。就老了儿啊，谢过伯马将军救命之恩。是我是将军大舅，方氏回房去吧。是小姐，咱们该回房歇会儿去了。您瞧瞧这个伤啊，小姐可害怕了。我说你这个人，就我说你什么好啊，大哈哈哈啊，就贤弟老夫人已将隐隐小弟许配小弟了啊。哦，贤牛真的是真是待等贤弟大喜之日，与兄必须吹杯喜酒啊。大事自然，与兄奉送。呀呀，这才是好朋友。不讲话呀，我只有当啊，老夫人啊，张先生今日天气好啊，天气好啊，天气嘛换好好换好好好
小妹。哎呀，是我红娘啊。哦，红娘子来了，待我与你开门。啊，红娘子在这儿呢。哦，红娘子来了。你瞧你。为何这般时候你才来呀？我说张相公，您是怎么回事了？啊，您瞧啊，啊，天刚亮我就来了，怎么您还嫌晚了？哎呀，刚刚亮啊，要简直越过的越糊涂了。哎呀，又是你到此何事啊？您怎么忘了正事儿的？啊，这个是咱们老夫人请客的日子，有小姐陪着呢。哦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老夫人她见了我，一定是啊，辛苦老爷，你来了，来得好，今日就是良辰，你与小姐完成花烛。忘了老身一桩心事，哎，红娘子，你倒是也不是呀？请客日子，
您瞧瞧，还有那位张相公，他陪着呢。您呐，我就要洞房花烛了。哟，这有什么害害羞羞的呢？我想人生百岁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谁也早早晚晚的，免不了后那么一回事儿的。小姐也出阁了，将来我红娘演那个什那个那个那个什么？我演啊，那个没别说了，快进去。先生，请来上座。老夫人，当得的。啊，是是是。儿啊，你坐下。所以多蒙张先生舍己加一位，今日老身特备水酒以表谢意。二家这就不敢当了哇。当得的，儿啊。与张先生斟酒。哎呀呀，你越发的不敢当。哦，是是是是。多谢小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儿啊，从今以后与张先生，你二人要兄。我来见过张家哥哥。啊，老夫人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张先生有所不知，先父在世之时，已将小女终身许陪我内侄郑恒了。如今之事，老身无以为报。多存银两，你另取一房吧。啊，老夫人，昨日小姐若是被孙妃活抢去，难道是也配与领之不成？多口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不会吃酒，你吃醉了。我何曾吃醉呀？不知张先生在此安歇着呢。随娘来。听此令，听此令。走吧。哎呀，走吧。红娘姐，我何曾吃醉了酒？今日的事情你还不明白吗？哎呀，红娘姐，此事还要红娘姐你成全我才好啊！我是个小姑娘，我怎么救得了你们？哎呀，红娘姐，你要救！哎呀，红娘姐，日后是好啊。那张相公，像我是个小姑娘，我有什么主意呢？我来问问您，您会的什么呀？我就会读诗写字啊。啊，闹了半天，您还会写字呢？啊，读诗之人也有不会写字的道理呀。那就好办了。听你之言，莫非与我传世抵见不成吗？哎呀，我说张相公啊，传书递简四个字儿，要加在我红娘的
头上，哎呦，那我可有点担待不起。哎呀，红娘子，红娘子，你要成全于我才好啊。那么你写封书信啊，我偷偷的背着老夫人给我们小姐。好好好，走走走走吧。干嘛呀？来来，车子上哪儿啊？到我书房去呀。什么啊？接我那么大的姑娘深更半夜的，是你上书房去、啊、到我书房去呀、啊、那我不去，我跟小姐乃是念了四书五经孝女之等等，男女有别，何况我们老夫人家法森严，相府门中怎么随随便便跟您那一个大老爷们上书房、啊、那不合适，我们可不去。哎呀，红娘子，事到如今，你我之间是不必谢你了啊。哎呦妈呀，谁见我热心肠管这个闲事儿呢？事到如今我也是失手抓干面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为了抱不平，好好好好，就背着这个，好好好，睡吧。我叫你一声好，红娘子。什么？不就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，谁不知道我叫红娘吗？哎呀，我不叫你红娘子，我叫你什么啊？这个你听着。哎，好。你把红娘姐三个字去了上下叫我当中那个字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要研究研究。
红两金上下红，难道我家啊，是我们的家，那是个娘，哎，我的儿子，哎，我又上海滩。
手里头啊，没有什么。拿来我看。
小奴才。哎呀，红娘子，你要救我才好啊！张相公，我可救了你。果然有回事到此，我要三拜九叩。闹了半天，张相公真是书呆子，您瞧瞧的。大公子，哎，来是一首诗啊。诗吗？啊，念给我听。待我念与你听。啊，待月西厢下，嗯，引风虎半开，虎半开，可抢花云洞，疑是玉人。我知道了。嗯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诗中之意。嗯，我们小姐约你花园相会吗？真是。哎呀，小姐，小姐，您呐，站在我的面前装假老实，那么您那去不去呢？当然要去呀。啊，那您怎么去呀？我是怎样的去呀？哎呀，他叫我跳过花墙，在花园相会呀。那么您就跳吧。我跳不跳？哎哎，红娘，回来回来。花园分墙高大，我是如何的能跳啊？哎呀，对呀，分墙高大怎么跳得过去呢？是啊。别忙别忙啊，我给您出出主意。好好好。哎，张相公，我想出一个好主意来。什么好主意？不是跳不上去，是啊，您顺着我的手儿抢。啊，那不是高洞吗？是啊，钻高洞啊。人哪能钻高洞啊？哎呀，您要将就点。嗯，有的是狗急跳墙，何况人。哦，好奇妙。这花园墙如此高大，我如何的能跳啊？有道是，人在花下死，做鬼一风流，跳舞。在这呢，回见老夫人。娘，老姐。
一家小姐要往花园殿下前面带路。小姐跟我走。天色不早，你扶着小姐在此，我要回房歇息去了。是吗？老夫人早该歇息了。老姑娘，你看这心都印在池内，好似棋子一样。去棋盘过来，我们下棋消遣。你要下棋吗？是啊，我去棋棋盘等着我的。哎呦，好狗不等到，等到不好狗，我来瞧瞧是哪条狗啊。岂有此理，事到如今的话拿我做耍了。张相公，您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摔坏了啊！摔坏了。您瞧瞧，怪可惜脸的，机会来了，他还摔坏了，您起得来吗？什么机会来了啊？哟，您怎么一会儿就好了？哎呀，有了机会是焉能错过？你瞧瞧，你真是的。什么机会？我们老夫人回房歇去了。哦。我们小姐看满天星斗，她要下棋，她要下棋，她叫我取棋盘。咱们那么着啊，我要取棋盘。我拿着棋盘啊，您躲到我后面的，悄悄的悄悄的，我把你带着。好好好，多谢了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你别谢了，好，等着。好好，我说张相公，但是一件。哪一件？您可听我的话呀。那是子的。对的。是是是。我说张相公，您要老老实实的。啊，是是是是是。听我的。什么？喝令。Thank you.
是说让我走吗？我是该走了。二姑娘，我叫你走起。我说您怎么说话大喘气的？哎，相公，别卡腰，那是美桥。小姐，这院子里头啊，好些日子没来人了，这个天气怪热的，那么大的臭虫都出来了。是。啊，姑娘，哎，你怎么三只手啊？我说小姐，您怎么说起我三只手来多寒碜呢？那是月影照的。期末不下了，去香盘过来。去香盘过来。你与哪个讲话？哦，我要自说自话呢。哎，相公，您跟我学端盘子。这是胸中无心。还望小姐原谅。
记载。哎，好好好，是是是是是，哎，是是是是是。哼，抬起头来看看我的容貌如何。哦，还要抬起头来看看。妈去。好好的事情让你办到了，少不得我这口气要吃在你的身上。你瞧瞧你们呐，我忙了半天还没落好，你就会欺负我们小姐。你呀简直是连个话都不敢讲了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你还气我呢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这样我，哎呀，我怎么办啊？你呀，你就拿我撒气，我还要喊。这张相公病了，师傅让我给他请个大夫去。哎，我呀赶紧请大夫去。哦，
了我的病呐、啊。那是我们小姐亲笔写的，要帮您瞧瞧。小姐亲笔写的，带我看了。相公，赶紧看，要是好，照他样，照他一。我的病是完全的好了，红娘啊，还有不要给我一份？还没吃药就好了，你有没有给我一份？待会我给你。好的，好，人家问他下去。哎，是。啊，娘子，小姐言道，今晚看到四方，我二人相会呀。是吗？真是。那张相公啊，您在这儿等着。好，我去陪我们小姐。好，多谢红娘子。我说张相公啊，您那等着，我去陪我们小姐，您那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小姐，今晚他到四方，我二人相见，这就好了。天什么时候了？啊！哎呀，换早得很呢。太阳还在哪里？哎呀呀，哎呀，太阳啊太阳，你就快一点下去吧。
哎呀，我啊，顾不得你了啊！哎呦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哎呦，他竟敢把门关了！要老夫人知道了，那你这怎么怎么办？
生着急，天快亮了。哎呀，我的麦可了不得了。
模样啊？他们就请上圣王爷呀！不敢当了。